任何的不粘锅都不可以用铁铲。如果他告诉你可以用铁铲，那表示你的锅子很快就会坏掉咯。所以来，我们来检视一下，像这个快一夹可不可以用在不粘锅。如果你今天只是这样夹，它是圆形的，它是可以的哦，但是你不要这样敲，它就可以用。但是当你要这样子铲的时候就不可以，然后甚至像这样瓦汤可不可以？不行，像这个都不适合用来不粘锅使用。可以用的是什么？好像这个细胶的木头的，这个都可以不粘锅来使用。但是你使用的时候要正确的选择，这个细胶必须要是耐高温的，这个木铲必须要是经过检验合格的哦。